相当完善，对吧？这个每个就已经完美了。话说我要先去做一下种子，对吧？我们种子太少了。先把一个，我记得有个工作台在这边吧。这个工作台到底能不能用啊？到现在都不能用，很奇怪的工作台。工作台，工作台。我这有个多的工作台，我实在是不想再做工作台了，工作台太多了，多的工作台跑哪去了？先把这拿过去用好了。Nico 1204安安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做一下种子吧，对吧？我来研究一下种子要怎么做。现在我们有什么 ？Ender， 哦，这个已经这么多了。哇，这可以合成一个中介珍珠，哎，超赞！哇，连中介，哇，这个都还可以合啊，太扯了吧！中介之门都可以合出来，太瞎了，太 OP 了，真太 OP 了 ，OP 到一个不行，有点夸张，真有点夸张。太瞎了吧！难怪 A 口会讲说可以玩血魔法嘛，但是我不会玩血，我不会玩啊，不是我不想玩，是我不会玩啊，对吧？不是我不想玩啊，我看不懂英文啊。血魔法我还要研究吧，对吧？我对血魔法，对吧？就不会玩哦，我这么吧，对吧？不是我不想，是我不会、啊。对啊，然后我看一下种子，我看一下这个种子要怎么放。现在目前的这个用处好像不大，我看一下啊，可以做出这个的用处是什么？荧光石，我们先种出一堆的荧光石好了，好不好？荧光石感觉。等一下，荧光石会缺吗？铜锭、锡锭，我们先升级好了，好不好？想办法把它升级上去，想办法升级上去。对，这个粉末，从一颗钻石开始，我可以教你。哦，又那个了。有那个我也没办法，这个都已经是这种状况了。那个我没办法了，对吧？我已经没办法啦，对吧？尽力啦，该换都换了。不是这样子吗？哦，这样子，二阶。这真的要很多很多的那个自然精华、欸，重启魔法。一颗钻石开始，我只知道写魔法的那个合成台 BL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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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合成的，一颗钻石，真是从一颗钻石开始啊，熔炉钻石金锭，然后接下来弄出来要干嘛我就不知道了。好啦，反正有刚好有嘛，这材料都有就做出来了，意思一下。虽然说我做出来会不知道要干嘛，既然有人说要教我，那我就，对吧？我就来玩一下这样。都给它放在这边，放在这边，然后两枚金锭加上一个钻石，钻石在楼下。好，我了解。我来去看。OK， 在这边了。
好，有了，这个 Blow 祭坛，好，我们要干嘛？然后呢？对吧？然后呢？你有 RC 吗？我没有 RC， 我 RC， 我干嘛用 RC？ 嗯？打掉。好了，做出来了。我现在等，准备魔法刀，写魔法的献祭刀。献祭刀哪里啊？这个吗？还有这个？这个？五个玻璃，一个金锭，一个铁锭。哦，有了，献祭刀，好，献祭刀。先记得一二三四五，五个玻璃，然后一个金锭，一个铁锭。好，先记得是吧？嗯，有了，先记得。写魔法的场地要大一点。场地要大一点啊。那我不是应该是盖祭坛的嘛，对吧？写魔法的场地要大，要多大？对吧？好啦，我们去，那先盖场地啦。既然要大一点就大一点吧。我们在，反正我们的石头很多，对，石头超多，可以合成一堆的石砖，没有问题。写魔法的场地要大，啊，要多大？这是重点。有祭坛的，要大一点。我看一下啊，祭坛的大小要再大一点。我看看，反正刚好有观众知道嘛，对吧？刚好观众知道就玩玩看啊，对吧？反正对吧？反正既然知道了，我就来玩玩看吧。我想想看啊，我写祭坛要找一个很酷炫的地方。我的写祭坛找一个非常酷炫的地方。哦，就在这个树上好了吧？这棵树上感觉不错吧？够大了吧？真正 LV 是要11×11哦，没问题啊，11×11 OK。我还想盖17×17的，欸，对吧？我想要盖11×17的说，没问题。那个，反正我们今天自动化农田已经完成了，啊。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我的要素罐子。我的能量不够啊，我要拿那个拿一些能量。对，我要拿一些能量起来。奇怪，能量怎么会少成这样子？真是。不懂。对啊，既然有观众知道，就来玩吧。有到 L5 啊 ，L5 要怎么盖？Simon Pig， 哎，Small 哎。Smell 是 smell 吗？还是什么？smile 哎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怎么念。
写魔法的场地，我看来我们来玩这个，玩在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树要是挖空它，应该不会有，应该挖不空才对。嘿，我飞。我们要玩写魔法，就挑个神奇的地方啊，挑个神奇的场地、啊。这个绝对没问题。这个场地感觉好像太大了。算了，不要这样玩了。等下场地盖得太大了，我场地盖得盖到最后到时候没有办法。15×15，好啊，那15×15吧，17×17好不好？我比较想要玩一个17×17的大祭坛。如果我看一下我的这个祭坛是多大，再依照这个比例来算，12345678910111213141415161920，哦，21是不是啊？21好，21×21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这个完全没问题啊，哦，起来了。21×21是吧？这个方向了，好不好？研究所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就这个方向了。这样从这边开始盖吗？从这边开始盖好了。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20 OK 21，然后21123456789010 OK， 来这边再盖12345678910，再盖个21×21的大祭坛就好了，对吧？这个没问题啊，这个太简单了。21×21的空格绝对够啊，12345678910。到时候我看我在下面再种树啊，12345678910111。12345678，哎呀，不够了。这个我看一下，我们人我到底作业如何？中满嘞，不是说中不满的吗？奇怪，他又定住了，奇怪嘞，下去。看来不能这样子，好吧，我想想，半砖不要这样铺嘛。
这样总行了吧？这样应该不会卡住。哎、欸，这样还是会卡住啊。哎、欸，糟糕！我在想要怎么样让这个……算了，应该罐子应该是不会再拿下来了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这样应该就不会。希望不要再卡住了、啊，真是笨笨的，人我有点笨笨的。嗯，彩色种子。是原子保持在罐子维持64点，其余蒸散。哦。这应该可以的啦，对吧？反正我的罐子不要拿下来就好了。啊，我罐子不要拿下来，它就不会掉了，对吧？还可以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盖祭坛吧，对吧？反正对啊，既然我对血魔法其实有点多少有点兴趣了，只是要很大的地方，很大的地方，我在想要怎么盖会比较好，对吧？21×21应该够大了吧？这是我盖祭坛的最喜欢的宽度，就要气势，要有那种壮观的感觉。石砖，好，拿石砖，石砖一大堆，石头一大堆啊，不缺不缺，要的时候再烧就好了。啊，这边还一堆啊，马上可以做出来。OK， 来，下一季卖一块魔术包，你要玩什么？下一季？什么下一季？我跳，我跳，再跳啊！我这是单人玩啊，我还有分季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哎哎哎，这个会飞还是一件好事情。天哪，浪费我的能量元素啊！先不用急啊，对吧？反正今天进度不要那么多，我先盖个，怎么讲腹地嘛，对不对？先把这个腹地都盖起来，之后再说。反正先把这个基座盖起来了，地基盖起来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需要水晶加速。先把我们的地基盖起来再说。哦、oh ，嗯，嗯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我会有个包包？这啥玩意儿？bug 啊，太 bug 了吧！莫名其妙，空手拿出个包包，这不是我拿的，奇怪。会啊，会放到 YouTube 啊。都会放到吧？说只是早饭网站的问题。最近
最近有个问题啊，最近有个问题，它会一显示说我的音乐有第三方的人在，第三方持有者，变成说那个版权问题，就一直在这边跟我警告东警告西，警告东警告西的，超烦的。所以说之后都会放在 YouTube 上面了，处理完之后。处理完之后应该就会，放到 YouTube 上去啊，对啊，这都会放到 YouTube 上。先盖基底。哎，还是不够、啊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哦，还够，还蛮多。你说血祭坛要先丢一个怎么讲？先丢一个那种。什么东西？然后再先丢一个，写魔法发展完你就不用水星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威能，有这么 OP？ 好，反正先放吧。你说一个这个，放在正中间。先放一个正中间，嗯，我不太会盖东西，真的假的？我不会太会盖东西吗？还好吧。钻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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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没有？都放下面箱子去了。我不太会盖东西哦，真的。钻石要变成血钻石，要献祭自己的血就对了。不要以为这很好控制啊，这个移动速度就像脱缰野马一样，速度超级快、啊。对啊，不要以为我现在的移动速度是很好控制的，开玩笑。你之后升级祭坛是从下个是你之后升级祭坛是从祭坛往下盖哦，哦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往从上往下盖，我之后下面要种树啊，我要种树啊，要把这个祭坛大概。遮掉最少一半以上吧，只会让它露出一点点来，就跟那个就跟这个祭坛一样啊，就跟那个什么，就跟那个合成的那个魔法阵是魔法阵一样，要用血钻石哦。好，我了解，血钻石是吧？把钻石放上去，然后拿献祭刀，没有啊？有。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四滴，五滴，六滴，七滴，八滴，九滴，这还不简单？这个烽火台啊，烽火台我没玩过、啊，真的。嗯，烽火台我还没玩过，补个血，不精不精，哎，我的羽毛血，哎。
马上回血啊，这个不要紧。有没有？一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补血补血补血，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。我献祭多少血啊？奇怪，要把献祭到满的意思吗？不会变啊。我都血都快，我都都没血了。哦，有了。哦，血会蒸发哦。哎，口终于出现了。嘿，飞行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四个烽火台啊！我的天啊，这总感觉这是一条不归路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一条不归路的感觉。算了，都已经踏下去了，应该也来不及了吧。到时候应该坐电梯啊。好了，完成，这样子吗？然后呢，我现在接下来干嘛？上面盖个升怪的什么？上面盖个可以升怪的，用怪物去血祭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怪物血祭哦，接下来丢烧过的石头去转进去转换，烧过的石头。烧过的石头啊，去吧，我家在哪里啊？我在这边。烧过的石头，这个吗？石头转换，好，丢进去转换。哎，我卡住了。OK， 丢进去吧。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怎么丢？丢不进去啊！我要先拿起来吗？啊哒哒哒哒！丢丢丢丢！哎，好像有啊，没有啊？没反应。Yes， 没反应。没有反应呢，一口大大。要先 LV2 才能用怪物来血祭。OK 啦，怪物不是问题啊。有个钻石推车哦，我们的钻石推车很好用，到时候要拿哪一只怪物来血祭都没问题啊。空手才能拿出来。但是 Echo 刚才不是讲说要拿出来，然后好啦，我拿出来了。 OK， 这个还有在用。没有 Echo 说叫我放那个丢着什么烧过的石头进去，这样子吗？
哎，有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丢超过石头进去，然后拿出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Blank slate，slate 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空白是什么，slate 是什么？slate 石板，空白的石板，嗯，然后空白石板，yes，哦，yes，哦，我先下去种树。得到石板是合成血魔法其他东西的基本材料。哦，原来如此，わかりました。我知道了，なるほどね。那如何多呢？先下去种个树，不然这很突兀啊！这个四边都没有支柱，看起来超突兀的。这个这样，看一下，这个要种在这边吧？种这边好了，好吧？然后这个地方我给它中间，等一下按 F9。OK， 应该对了。一二三，差不多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这边。一二三，这边。一二三，这边。好。反正石板是基础材料，你现在做出一个石板，都要按右看能做什么。哦。好，我来看看。水、火，然后。Speed Rune， 速度的卢恩符文六。哦，看起来好帅啊！汉字呢？哈，水。OK， 这长出来了，好快！应该没问题吧？条件应该可以。这个地方，我看要不要再种一棵树？这个地方，好 ，OK， 完美啊！这个已经完成了。这一棵。这棵树不要，然后这边 OK， 没问题。Sigley 拿在手上 ，Sigley 是拿在手上用的，每个都有不同的功能。Sigley 是什么 ？U 这个东西吗？哦，每个都有不同的功能就对了。这个要怎么合成？哇塞，中介石，还有一个钻石啊 ！Blood Ruin 是铺在祭坛周围升级祭坛用的。Blood Ruin， 哦，那真的要耗非常大量的血液啊，呵呵，消耗相当大量的血。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什么？上面有六的也要做。
天，我总觉得突然一下多了好多东西出来。上面有个六的要做这个吗？十六，好，我们先做六的，好吧？六还蛮简单的，两那个是六的是玻璃吗？六的是玻璃吗？红色玻璃，这可以做吗？一阶石板能做出的东西很少，所以说做出来我往看都没有差。OK， 然后有六。OLP 什么东西？好啦，都做出来了，我也不知道干嘛，反正石头嘛，我们再拿一些去烧。飞向宇宙。没问题的，这个距离 OK 的，哇，长出来了，哇塞，大自然力量太强了吧！哎，我的祭坛呢？放在这边，太夸张了吧！我去拿一把剪刀来，太夸张了。反正之后应该也会用到一些树叶，对吧？趁机把它树叶全部剪下来。两把剪刀应该够用。它有分别对空气点跟祭坛点。对空气点的是看你存在水晶里的血量，祭坛是这样的血量哦，有点深奥哎。哇，从这边长出来，到底是见识大自然的力量，对吧？他直接把我穿透我的那个，穿透我的石板，他把我的石板变成他的木头，这样。这样砍就好了，比较快。反正树叶之后应该也要剪一些树叶下来。醒魔法的东西口头教比较好，不然要讲的东西太多了。所以 A 口大大要来教我嘛。看一下这个状况。反正这是基础的东西嘛，那我就多放一点就好了。他一次只能放一个。是什么 ？C
Sigil 还是什么 Sigil 吗 ？Sigil 基本上都是什么？都是用水晶球里的血量，拿着水晶球右键，把可以存血进去。水晶球哦，哦，原来如此。等于说有点像 MP 之类的吗？他用自己的血去换 MP。多烧一些出来了。放一堆要用后。Hopper 是什么东西啊？不对啊 ，Hopper 是什么？啊，没有协议了。这时候我要又要献祭我的血了吗？献祭到嘞。漏斗哦，可以用漏斗。早说嘛，我这样就不用一个一个放了。原来如此，哎呦，漏斗，这边就有一个漏斗了，所以马上拆一个漏斗下来。所以我现在用献祭刀献祭我的血就对了，顺便练魔法等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补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补血 ，OK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有满吗？这会不会满啊？反正我回血啊，没关系啊。再放一下，有没有？就让那个回血慢慢再回啊。等一下哦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东西了。哇呼！这边有没有回复的水晶？虚弱，好像没有。捏捏捏捏捏，我看一下下。水晶的碎片应该在现界吧？对吧？水晶的碎片应该在现界。我觉得我的门应该开这个地方才对，比较方便。失算，没有想到那么多。水晶碎片回复两片不够，好吧？这是什么？紫色的吗？四片就可以合成一个。等一下，四片还可以啊。小矮人水晶，我不要小矮人水晶了。
所以说我要使用这手上的这个东西是需要消耗血量，对不对？他说，Essence 200 LP 是我的血量不够吗？这个东西不够吗？四五六七八九，补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，OK。等一下，我先存一下东西，东西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一堆没用的东西。什么时候？奇怪，我没有做这个背包啊，哪来的啊？看血量的 singly 看血量的 sigil 不用，其他的 sigil 几乎都要。好复杂，真的好复杂，太复杂啦。最后看来我还是踏入了血魔法这一块啊。这个暮光森林的树长出来了哦，都长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树都长出来就把这个祭坛遮住了，应该还不错吧。 Sigil， 等一下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个附近洞窟里面有一个紫色的水晶矿石，到时候我挖起来了。嘿，有了！你好，就是你了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哎，两个碎片刚刚好。那我去做一个脑细胞快被榨干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补血，顺便练魔法等级啊，非常刚好。然后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血量回复。黑曜石金砖、荧光石跟红石块、红石块、金砖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我真的要想办法找一只会掉金锭的怪物来帮我。种看看水晶，种水晶哦，我就想种啊。不过感觉好像大家对现在对洗魔法真是各种有兴趣啊。趁着大家在兴头上的时候，我还是就顺水推舟来玩一下。好，回复啊，这个回复魔法。像我们的血，我们去血祭的时候，这样子血就不怕不够用，对吧？再加搭配我这个 Basal Heal 这个，对啊，基础的回复魔法，基本上我看这个血量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就猪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就猪手。OK 啊，我们回复有三了啊，这个整个就是超强回复力啊。来，我们来继续血祭啊，继续放血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然后再回血一下，哇，哇，这回血速度真的超快啊！哈哈哈哈，怕不怕 ？MP 超多，再回血，哎呀，按错，好，再放。哦，有没有看到这回血速真的是
那个《地狱诸神外传》就掉精力，《地狱诸神外传》好像没有这个东西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好像没有这个玩意儿。听说是僵尸在地狱就会有那个《地狱诸神外传》的样子。先回血。放血放过多会不会死掉啊？应该会死掉吧。自己放血放太多的话就会挂掉。顺便练魔法等级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我的血都已经装的这么满了，我至少耗了快点耗30条血了吧？对吧？不用地狱诸神怪砖，我发现那个暮光森林有一只怪物也会掉那个，也会掉金色黄金锄，对，黄金锄头。对，我不用大老远跑到地狱去找，对啊。他掉黄金锄头的话，基本上我有无限的，对啊，无限的，我要耗费经验值啊，比较麻烦一点。精力哦，哎，有了，完成了，成功。好了，我们有19块了，够不够多？那么我这超强恢复力的水晶在旁边啊，开玩笑。哎，按错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有没有？我回血速真的超级快。Cake。那什么东西啊？用这个来升？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升啊！啊，对了 ，Echo 大大今天刚好在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什么，那把要怎么用啊？要先做出来吗？但是它需要。怎么讲？他那一本需要那个东西，需要一些东西。为什么会有个背包？我真不懂了。这背包到底从哪来的？立即回复的水晶哦。三叉戟做了、啊，但我不会用。三叉戟住了、啊，在这边啊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在楼下吧，对啊，武器我做出来了、啊，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啊，我跑去地狱打了一些僵尸猪人，那、啊、没有用啊，有没有？这个三叉戟看起来有点丑丑的，像叉子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趁这个，哦。哇，这抽干啊。嗯，怎么感觉全部人都停止运转的感觉？错觉吗？太快了吧！所以生长灯还是要给它生甘蔗，嗯，不然的话它来不及生长。哦、oh ，好多都要钻石哎！天啊，思维记忆，能量十个不是问题啊！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危险东西先收起来。这到底是要干嘛？这到底是干嘛用的？
完全。算了，先看不太懂。可以用电脑了，恭喜恭喜。好吧，我看一下哦。钻石是吧？思维、使用纸、只有记忆。先十张纸跟五颗煤炭。对，十张纸跟五颗煤炭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十张纸，那五个煤炭，五个木炭呢、啊？一二三四五，有能量了，然后再丢一颗钻石，钻石在这边吧。我跳。OK， 然后我们先来去做一个这个 blank impression， 还是 imprinting， 怎么讲 ？crystal 吗？那个是水晶的意思吗？好，来吧，十张纸，先不看，一个水晶 ，OK， 出来了。那个瓦，那什么砖瓦要怎么用啊？我合不出来、欸。他讲说，目前有5000 LP， 等于说5000点能量就对了。哦，这么优啊！表示各种超神，超级回血速超级快。还会再增加吗？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这是根本是一个自残的游戏，天哪！不会啊，5000点最多了，它不会增加。晚安哦，晚安。等我一下哦，我稍等，我马上回来，上个厕所。之后耗钱量是以万计算，太夸张了吧？好啦，那现在要干嘛？都做出来看看。回速真的超级快。我先想办法去抓僵尸助人好了，对吧、啊？他刚才讲说这个危险，愤怒的什么 shard
愤怒的碎片，药醋的罐子，神秘方块。我看一下我有没有那个东西啊。牢笼，愤怒的牢笼。愤怒要烧什么？愤怒我们要烧什么？烧什么才会有愤怒？苦力怕的头颅、幽灵之类哦，还可以烧这个，烧那个啊，烧那个愤怒的碎片就好了。我们愤怒碎片一大票啊，多到不知道干嘛。还好自己有留着，烧这就好了，对吧？万计算，太可怕了！愤怒两点，我只要拿一半量出来就好了。这怎么那么少？怎么可能？真的耶，还蛮少的耶。我还以为我很多，说奇怪，这不是打一堆吗？都跑哪去了？糟糕，又想睡觉了，有点想睡觉了，这糟糕啊！各种，我拿错东西了，各种催眠的感觉。OK， 全部做成玻璃片，然后拿出来，感觉罐子好少。到底是少了几个罐子？18个罐子够不够多啊？应该够了吧？罐子先存起来。然后把这种愤怒的碎片啊，愤怒的碎片拿来烧啊。移动加速加速，走，跑起来跑起来，对吧？好，让它烧一下，去准备其他东西啊。他说愤怒的牢笼。愤怒的牢笼要怎么做？嚯，好多钻石！野兽魔力，野兽我有吗？野兽有吗？野兽，我记得是有，对啊，有。我的标签纸不够。我记得我还蛮打蛮多那个史莱姆球吧。打蛮多史莱姆球的，没问题啊。我把它全部合成标签纸，对，因为我的纸也很多，所以说没问题。标签纸，啊，是这个东西吗？不对，这是加法的。还有一个哦，可以啊，我那个也很多，合成的染料，我
我蓝掉也不少啊。我蓝掉怎么不见了？刚才去 OK 买了宵夜，太开心了吧！还有宵夜可以吃，我都没有。嘴馋买了巧克力。等应该没缺什么东西吧？纸。我是做64个标签出来了，好吧？夜还没关，刚吃完宵夜回来了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两个甘蔗可以合成这个？这是什么东西啊 ？Sugar 哦，这是种糖的，太神奇了吧！结果不小心合成了一个糖。写魔法，我目前我因为我把我的血榨干了，对吧？我已经把血榨出了一些血出来的。64张标签纸暂时应该够用，对吧？应该暂时够用。罐子都没这么多。看样子只做完 T1 还没弄 T2 还没弄 T2 要怎么弄？对吧？现在我现在完全没方向啊，对吧？完全没方向，真的。好了，我来先去贴一下标签。哇，这么快，这么效率。愤怒，然后。收获大条不用太多，野兽还有什么？先找那个牢笼啊！魔法。魔法要32点，糟糕，我的魔法值好像不太够，32点，现在才5点而已、啊。巴哈有介绍我，好啦，我看今天实况要不要，不然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个今天我先把这个叫做愤怒的牢笼，对。愤怒的笼子吗？就把这个愤怒的笼子做出来，然后我们就休息，这样今天的最后目标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愤怒的牢笼做出来，我们就休息。东西要蛮多东西的，其实，对，机械我有，机械应该有吧。机械有64点没问题了，现在是缺魔力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烧一下魔力吧，烧一下魔力吧。魔力在哪里？魔力你在哪里？对吧？我看这个时间也不早了，12点了，哇！不知不觉又4个小时过去了，呵呵，天哪，太快了吧！地狱疙瘩。地狱哥好像也可以烧叶子出来。再做八个 blown ruin 就可以得到 T2 了。八个 blown ruin， 哦，感觉还蛮帅气的、啊。
我觉得还是现在果然还是，我要先想办法把金锭弄出来，对吧？再把八个 blow 的路纹做出来，就可以到 T2 了。blow 的路纹 ，blow 的血之水，做八个，啊，没关系，我晚点。这个我晚点去，我去巴哈看文啊，看文章，对，到时候去巴哈看文章，然后之后明天再玩这个，对吧？啊，可以蒸馏出什么东西？叶子有32，叶子这边有53，然后我准备贴贴纸。其实现在这个 Golem 它跑的还蛮快的，对吧？看他要放哪一罐 ？OK， 我贴。巧克力好好吃，对吧、啊？晚点我这个再去慢慢研究那个写魔法的部分，对吧、啊？好了，32点了，我看。魔力在哪里？魔力的点数50点，好，应该够了。先把这个愤怒牢笼做出来。野兽、愤怒、机械跟魔力。野兽、愤怒、机械跟魔力。好，我了解。啊，魔力在这边，机械在这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野兽呢？野兽在这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愤怒、野兽、机械，还有哎、欸，缺什么东西啊？愤怒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罐子全部拿出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钥匙罐子不能用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对叠？哦，可以。然后还要钻石是吧？钻石还蛮多的，真的。现在已经不怕没钻石了。我也帮不了。对啊，不然的话，我看，对啊，这样子不太好啊。先自己稍微研究过后再来玩，可能会稍微好一点。啊，有个严重哎！嗯，啊，因为怎么说，也不是说我也不是说各位，也不是说我不喜欢各位观众来教我要怎么做，而是说，这感觉好像怎么讲，有种哎、欸，那就是有种不是自己在玩游戏的感觉，对啊。当然是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怎么讲热心的那个帮忙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做这个愤怒牢笼，钻石要4颗啊，没问题，钻石现在一票啊，现在有钻非常多的钻石可以用，非常非常多的钻石，哎，我跳，哎，跳上去，有没有？我拿8颗出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拿8颗出来。然后还有什么？神秘锭是主要物品，还好。然后愤怒的 ，OK， 该有的都有了。赶快把我们的愤怒牢笼合出来。对啊，把愤怒的牢笼。
不过它的危险性是高哎，我有点怕怕的。哎，怎么办呢？一个神秘地，然后需要什么？需要什么不见的？我的法杖呢？在这边。OK， 没问题。再来，钻石有了，愤怒的碎片，愤怒碎片有38块，绝对够用。好了，我们直接把它合成吧。虽然说它的危险性是危险，不过我相信应该是没问题的吧。对吧？应该是没问题，希望没问题。方块放上去，然后罐子都放上去。愤怒，OK。然后钻石1234。偏向哪一边啊？明天就33，哪来的38？先说八号啊，巴哈的介绍完不完整，那不就是悲剧了吗？这个34，然后。要素的罐子，2、3，然后再是愤怒的碎片，4，要4片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我应该照他的那个摆法都摆上去了。先准备一下，我怕到时候东西把我打碎。开始，来吧，希望不要打碎钻石，好贵啊。没关系啊，那个 Nico 想要讲的话可以尽量讲，没关系，不要紧，我看能看今天能玩到多少就玩多少啊。等于说现在的目标是要做八个那个吗？8个 blow 的什么 blow 的路纹吗 ？blow 的路纹，血之符文。OK， 我们先来看看这到底能不能抓到僵尸猪人好了。之后多做点蜡烛吧，蜡烛哦，蜡烛我全部埋在那个祭坛下面了，看不到了。现在祭坛下面几乎满满都是蜡烛啊，还可以，感觉蛮稳定的。对啊。OK。OK， 顺利完成，顺利完成。好啦，我们拿到这个愤怒的牢笼了。哇，宗比也太晚出现了吧？安安，你好，安安。僵尸猪人，我来了，哈哈哈哈。有点受宠若惊啊，不如延长开台，也没有说延长开台啦。我在想今天能不能抓到僵尸猪人啊？我在想能不能抓到那个
像是做人生怪传。这个移动速度果断是神速啊，真的。愤怒、魔力、野兽、机械 ，OK， 好。然后我来看一下能不能抓僵尸助人。13×13的蜡烛，13×13的，那等于说要130，不止哦，160支蜡烛啊。160支蜡烛，我哪来这么多蜡烛啊？这个晚点我再自己去打僵尸助人好了，再去生一些那个腐肉出来，然后再做一堆蜡烛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我的腐肉不够，我全部拿去做蜡烛啦，对吧？我忘记了。那现在纳闷奇怪，我这腐肉怎么会这么缺乏，这么匮乏？拜比，哇，马上就拜比了，拜拜。嗯，我看看啊，现在要什么？我看一下说明书好了吧，我看一下说明书，那到底要怎么做？他说，看一下，不浪费一块符，对啊。他说你发现了一个工具，可以帮你的，让你的工艺变得更 infernal。169支蜡烛，还有人算过就对了。169支哦，169支我大概整个祭坛摆下去，欸，可以哦。好啦，晚点我再找找看看这个祭坛下面有什么地方可以埋那个埋蜡烛，就埋下去了，对吧？要鼓励他OK， 果然我们还是要玩一下这个吧，合成一下这个吧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我觉得应该要先弄一个伸展灯，让它的那个元素可以生生不息的一直生长，对，不是伸展，是生长。生长灯64点，不要用，用这个用34点的。OK。13×13等于169。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三十乘，我没有背过哎。我99乘法表而已吧，我还没背过这么夸张的，对吧？没有背到30×30之类的这种 OP 型的。鬼铃铛稍微再指定一下，移动液体的这罐你要记得。现场心算，有啊，我不是说160几只吗？
我算个概率的数字嘛，差几只应该不要这么计较啊。我这个看不太懂，是这个到底要怎么用？哎，像我身上该有的东西都有了。然后我上网去找，但是我也找不到这个的用法，对吧？我有上网找过，但是它并没有给我真正的怎么讲，算回忆吗？它并没有给我真正的不是回忆的，它没有，我没有搜寻到一个怎么讲很 OK 的那个教学。各种开加速的感觉，有点 OP 啊！但这个魔法师到处会变得多 OP 的状态。哦，马上就这么欢迎我，不理你。活着，活着。有没有东西啊？没有方块，应该拿一些方块来的。家里，过来。怎么只有一块？好，可以。OK， 我们来看看这个叉子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上网找了，但是也没有效果，就觉得很讨厌。不好意思啊，打不到我的。哇，他直接掉金锭呢！哦，僵尸猪人也没东西啊。有哎，僵尸猪人有了。然后呢？这样的话我还要已经打到僵尸猪人的新怪传了，但是好像好了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各位，我看今天的实况我们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对，先告一个段落，然后让我稍微研究一下那个到底要怎么用，对，免得说到时候吐谁，我们的材料有限啊，对吧，材料有限，那我稍微真正研究完之后呢，我们明天再继续实况。好，总而言之啊，我们今天也做了蛮多事情的，说真的，虽然说有前段前半段吧，我们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做一些 golem 的东西，对 golem，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算是不错的，还算不错吧，对啊，还算不错的这个林场，对啊。就到时候他会永续的工作，不断的工作，不断疯狂的工作。还有这个好，这個、可能还是要铺一下，对吧、啊？我等一下还会再改造一下那个林场，林场那个怎么讲？不是林场，一直讲到林场，那个农场，是农场吗？就是农田啊。这个自动化农田的部分，我要再稍微做修正一下。然后今天的实况，总而言之，非常感谢大家来看我的实况台。
那往后也请大家再多多支持这样子。那影片呢，我还会上传到 YouTube， 如果没有看到的观众想要看的话，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看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我开台的最新状况，请加入我的粉丝团。对，请加入我的粉丝团，没错。那今天的实况，我看今天就到这边了。那非常感谢。说好的 T2 写魔法呢？明天呢、啊，好不好？明天。好啦，今天的实况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，各位，拜拜。